이이벤트덕분에제가대만에이제머물수있는날이조금늘어나서너무개인적으로너무기쁘고요어제그래서우육면도먹고또어그골목골목예쁜동네를갔어요영탄제라는동네에가서어커피도마시고그리고쇼핑도하고했는데이렇게대만을뭔가즐길수있었던일정이이번이처음인것같아요그래서남은스케줄이너무기대되고또이틀뒤에저희팬여러분들만나는 일정이제일설레되고기대하는설레하고기대되는네일정입니다我刚刚跟他说我看那个男男然后叫情侣手游然后刚刚就互相打了个招呼然后希望他玩得开心非常欣赏他因为我觉得他会唱歌会跳舞又会主持然后又会演戏想问刚刚说一下算是第一次近距离这样接触会紧张吗对很紧张因为我发现我讲话都有点顿呆虽然说我本来就会顿呆刚刚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想怎么办怎么办在想韩文讲韩文那也很开心就我们用韩文用英文然后一起沟通这样希望他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吃还有我最爱的那个春卷冰淇淋但里面有香菜这我每次很爱推荐国外的朋友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太喜欢香菜了好香啊这是灵魂所在啊